享极致，乐享活力。 vivo 智能手机跑男来了，奔跑吧兄弟还在继续， vivo 智能手机跑男来了接力进行，乐享极致，乐享活力，欢迎收看 vivo 智能手机跑男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温雅。各位好，我是沈涛。涛哥你会跳舞吗？凑合。那我们来斗舞吧。我也会啊，谁怕谁呀、啊？谁怕谁，我也会啊。行，我们这个太不专业了，我们看一下兄弟团的吧、啊，他给你 PK 翻跟头 ，PK 翻跟头，郑凯在哪儿？楼上，要个冰淇淋吧。我去比对一下，你先把我的那块给我，先把我的那块给我。哎，你等会儿我。香草没有了。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你现在看到有一点了。那我帮你挖。我不要你帮我挖。待会儿我还会过来，待会儿我还会过来。你在我来之前再挖一点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刚去哪儿了？去战斗啊？去哪儿了？去战斗啊？去哪儿？战斗？你拿的是什么眼镜？3D 眼镜。戴 3D 眼镜才能找到人吗？你是认为 3D 眼镜在电影里可以找到线索对吗？丢掉手套，丢外套，丢掉手表，再丢外包。丢掉丢外套，丢电脑，再丢电视，丢电脑，丢两家大，再丢电脑，冲沙袋，冲沙箱，冲沙兜，有人唱反调，爱得多，恨得少，只想越跳越疯，越跳越高，越跳越
风越叫越高，把地球甩掉，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翻了翻了翻了全忘掉，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。来来，他哭了的。好的。不放心啊！是认真的吗？我认真的。太生疏了，这样下去怎么混啊？还有两期，我变成了一个新手。我认真的。老婆，我想掰手指，为什么掰手指？那是不是夹腿？然后呢？哎呦，这
劲儿真的很大啊，好热呀、啊、这屋。这算是他名牌？是啊，你吃了吗？啊！哇！好好，你完了。啊，等会儿。哎呦。你要不要求我？要不要？求你怎么求？好，我先听个歌吧。今儿我嗓子哑了，我先听个歌。来。明月几时有？你得舒缓一下我这几个小时的这个心态心理。你的落地宝花吧，花成夕阳哦。很闹啊，舞蹈有吗？我在这上面毫无演技，我觉得都是八十分给高了。昨天，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内奸了。我们一起坐车的时候，他就是内奸了。他跟我们喝的时候已经是内奸了。他好开心的跟我们称兄道弟的时候已经是内奸了。还要跟我碰杯，还要搂着我的肩膀，还要叫我下楼，我都已经睡着了，还要给我发微信。你们这个分数真的给低了。难怪你昨天晚上把我灌得那么大。你要让我失去我的判断能力，对不对？其实就当然要铺垫的，要拖着大家晚睡觉嘛，这样比较。真的，他把大家拖到很晚，把大家状态都搞得不好。
想新年新问题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吧。好，新的一年大家问的问题是，哎，有没有我的呀？从来没有。这个是为霍比特人设计的，最重要就是身手，我身手比他们厉害，这个真的也有用处。什么叫人短？为什么用短来形容？只是小一点点，矮一点点，不是短。我是最强的。单杠，我连抓住这个单杠的力都没有。主要吧，只要不要让我太大的体力消耗，动脑子就可以了。美食 bingo 吧，太难了那个，你说不明白要跟人家买什么东西。2015开年爆笑喜剧《奔跑吧兄弟》电影曝光，丛林密照，错综复杂的索桥，神秘莫测的石像，充满异域风情的造型，兄弟们究竟会在这里遭遇怎么样的考验呢？除了他们，谢依霖、熊黛林、郭京飞、依依等也加盟了神秘之旅，更有能力者金钟国的特别出演。意想不到的最终结果是什么？1月30号，《奔跑吧兄弟》大电影揭晓答案。我觉得他很喜欢，因为他也很忙，在拍《芈月传》，所以在那么忙的情况下，就提前收工，就是咱快点啊！今天周末啊，回去看跑男啊。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，乐享其实，乐享活力 ，vivo 智能手机跑男来吧！新的一年一起奔跑，新年快乐！燃起来了，燃起来了！